去哪就带着他的小毯去哪，安稳的小毯子。有一天，安稳抱紧紧他的黄色小毯子，他非常喜欢他。他现在小时候从大小大就很爱他的小毯子。隔壁的小老鼠姐姐或是小老虎太太或她的妈妈或是她的一个阿姨或是婆婆看着那个小孩面对着她，她上厕所也带着她，她喝汤的时候也带着她，她走楼梯的时候也带着她，她颠倒完钢杆的时候也一样跟着她，也跟着他，他是午觉的时候也跟着他，他的棉被脏兮兮了，他笑了起来，所以他妈妈要特地给他洗一洗。他已经长大了，隔壁的婆婆一直说他，请他不要再拿毯子了，可是他爱他的毯子，永远不想放开他的毯子，所以妈妈要求他，可是他不想要拿着裙子走了。这天晚上，爸爸就告诉我，阿文，如果你把小毯子放在枕头下面的话，明天早上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小礼物。阿文眼睛大大的看着你跟爸爸。不是，阿文又把他的小毯子塞到口袋了，所以他睡着了。早上上了，阿文起床走到楼下，把小毯子拿出来。妈妈、爸爸瞪瞪的大大的眼睛看着阿文，他的衣服的里面塞了阿文的小毯子。阿文连洗澡也要当个小勇士也要跟着他，他这样子他的小毯子又脏又破，所以他又把它变成了小飞侠，当个小探视，连吃个饭都脸遮住了。妈妈瞪瞪眼睛，爸爸也瞪瞪眼睛看着小老鼠，他连剪头发也要带着他，连看牙齿也要带着他。隔壁的太太一直说他和他的小孩，所以妈妈决定想要帮他。阿文把毯子拿去跟沙玩，然后妈妈在背后看着阿文。阿文再想想看，阿文去到哪就跟着小毯子跟到哪，连洗澡跟他洗澡，连睡觉跟他睡觉，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他感觉旁边有一个手，那个手是谁的呀？好像鬼一样。阿文隔壁的阿婆一直说他的小孩跟着那个人看着，可是那两个妈妈与爸爸觉得很奇怪，他们觉得很丢脸了，可是阿文却看着他们。爸爸妈妈决定了要帮阿文把小毯子剪掉，可是爸爸很生气，妈妈也很生气，小孩哭在眼泪，把眼泪擦在阿文小毯子的毯子上。爸爸安慰他，他边擦眼泪说，妈妈眨眼嫁给他看，他还是哭。妈妈看到了他，爸爸妈妈不对，阿文跟爸爸一起看到妈妈想个办法，把阿文的毯子剪成像个他想用的手帕，所以妈妈想的好点子，妈妈想到的好点子，小孩妈妈看了很开心，阿文也很开心，他跟去哪就可以把小毯子变成一个热气球，
我是带着他擦眼泪，带着他蹭鼻涕，带着他擦嘴巴，什么都可以带着他的小毯子。外婆也很开心，外婆也拿着他的，不是，他的姐姐也拿着本好书，他也拿着本好书。从此他们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阿文小毯子有嘴，他后面还是一样会跟着他的小毯子。哇，你讲的太好了。拜拜。开始。